们现在在 FN 的 Outlet。这是一个华兴，就是两家最大 Outlet 就是这一家跟另外一家。这家 Outlet 是属于本土品牌啦，它就是一些在地的一些设计品牌啊什么的，就是你也认不出来啦。对，就是我们没有听过的牌子，泰国当地的品牌的 Outlet， 那也有一些大家听过的牌子，可是比较少。可是我一直觉得它这间很好吃，而且有卖牛排，我想吃牛排。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刚看它的价目表，这个才200块。220，这个是猪排 pork， 这个才200。然后380，好像是烟熏的 BBQ 热眼，然后沙朗400，鸡块180。对啊，然后你看这个鲑鱼280，其实就跟孙东宝的价格差不多。姐，你要吃哪一个？你要吃哪一个？你要吃哪一个？跟我讲。孙东宝。Seafood， 这是海鲜哦。海鲜的。夏威夷哦，夏威夷，我们夏威夷啊。这家 Outlet 它不是在华兴的市区，对，它不在华兴市区，可是它就在我们饭店的正对面，在喜来登的正对。它营业到晚上8点呢，其实我蛮推荐来住喜来登，晚上也可以来吃，中午来吃，因为它上次很好吃，可是这一次不一定好吃，有人一直拖着我进去。牛排总共有两种，一个是380，这个好像就是热眼，然后这个是沙朗，可是热眼比较小，感觉380的是比较精致，我要点一个精致的。泰国第一个冰杯吧，我们来泰国这么久了，真是，我刚一进来我就决定说我不要喝啤酒，我要喝它的白香。亲爱的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记得这家餐厅吗？为什么？价格不高啦，就是可能比一般泰国就是路边摊稍微高一点，也没有到百货的价格，因为它在华兴稍微便宜一点。你这杯冰沙多少钱？80块。80块台币。70几。七几。等一下我有服务员在帮我摆餐具，请稍后。服务员。服务员很坚持，他不能放在这个纸上。喝看看看好不好喝？我的服务员，请问一下，我可以把饮料移来这边旁边吗？对不起。好，我来喝喝看。我刚一进来就决定我不要喝啤酒，我要喝百香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柜子里面摆满了超多水果，你知道那个百香果的字已经，就是他已经把所有的百香果粒挖好一整罐，挤在那。等一下。所以我就确定了一件事，它一定是新鲜百香果。可是我手有点酸，你可以快一点吗？好喝，对不对？像泡泡冰哦。想起了我阿嬷。你不想起你初恋男友吗？是种酸酸甜甜的滋味。阿嬷家小时候外面有一家百香果泡泡冰，就这个味道。Oh my god！ 哇，我的天哪！其实你们这两是一样的价钱，没有，他的比我便宜的样子。哎呦，你这个太夸张了，那我帮你吃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柚的巧克力多少钱？60块。这样65块，台币60块而已耶，超级便宜的。哇！柚，你喝一下看好不好？好喝吗？掉下去，什么感觉？我们真材实料。你讲话算话，因为这个身材会肥死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因为这个真的是，这真的只有你能喝，这我们喝真的是不怕。比例浓吗？浓，非常浓，非常浓。哦，很超值哎。对，就是它很像，就是 Oh my god！ 哦，姐姐也超值。哦天哪，好少女哦。这是棉花糖加冰淇淋。Oh my god！ 练腿洗。今天点什么啊？饮料啊？什么饮料啦？你因为这样点饮料，什么饮料？饮料。草莓是不是？对啊，草莓啊。那你觉得喝起来怎么样？是真的草莓还是假的草莓？假的。假的。65块，不要太要求太多。可是这个上面有冰淇淋的，这有点太夸张了。这个盘子跟种菜的那个差不多，你知道盆栽下面不是都有一个接水的那个盘子？对啊，就是这样讲。这样才150而已耶，而且你看这个蛋，你看到这个蛋就知道是那个有炸开的那种蛋。
我在倒数，然后你在那边给我好不容易把盆栽端起来，在那边。我先提醒你，等一下慢慢吃就好。辣，很辣。跟大家讲，这样子149。149台币100还130，它这里有汤，然后里面还有瓜，这里有三片瓜，然后这里有它的蒜头跟辣椒。我觉得这不重要，你要告诉我这个蛋跟这个肉好不好吃。好辣！我跟你讲，这个肉啊，感觉就是要跟饭那样配一起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肉看起来就很下饭。你看这个肉就是要跟饭在一起。我骗你，你的饭还要再多一点。很辣是不是？很辣，我刚刚偷吃。这样可以吗？如果你要没办法吃，你可以给我吃。好。变妈咪的饭打扮很好吃，可是很辣，是不是真的很辣？我没有骗你哦，我的辣椒已经够了，不要再拿来了。Oh my god， 他还拿辣椒来，我很哭。这个是我们点的玛格丽特披萨，玛格丽特披萨呢就是玛格丽特。这些你这个砍息砍得太严重了，我跟你讲鼻涕不要流那么长。哦，超惨的，双下巴收双下巴。我咬一口它的炸鸡，这好烫哦，是超烫的。那你要现煮，然后你刚好。哇，感觉。这个鸡肉，吃了够很烫之外，不烫。哦，鸡原本的味道，没有调味。不是，真的。是啊，就是吃得到，但你有吃到它会奔跑的。没有，就是鸡原本的味道，很烫很烫很烫。它的披萨算是薄皮。是它的起司加很多，它拿起来很重。就是这个披萨多少钱？披萨对，披萨比较贵，披萨是290。哦，披萨就感觉有价咯，披萨没有非常大嘛，它大概就是12寸的一半。这间Outlet啊，总共有3间分店，第一个是华新，第二个是大城。大城啊，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阿宇托耶。有点绕舌，然后这一个是考爱，考爱我们也很想去耶，对不对？考爱其实蛮多人去的。对啊，我想去考爱。那今天啊，因为比较想去向导，如果在泰国。那我想问你一件问题，我们的牛排。哦，牛排他没有帮我们点到单。对，算了。等那么久，你有泰国没点到。然后这个人说太辣了。太辣了。我吃到觉得人生已经没有希望。好啦，我帮你吃啦。而且我真的，其实我不是很爱喝饮料的。可是真的太辣，我已经快喝完饮料了。对啊，你觉得吃这样花了多少钱？700-800块。700-800，我不知道他以为刷信用卡。你想太多了。我的那个才150哎。没有啊，差不多啦。你看他有没有牛排，有没有算钱？我们总共吃了1438，也没有说非常便宜啦，可是也不贵，因为我们喝了。我们现在在华新喜来登对面的 FN 的 Outlet。这个Outlet很不错哎，我们上次买蛮多东西的。我上次买的东西现在就在我身上，我上次有买这一件。啊，这件是在这边买的。对对对，一年前了呢。它就是不是什么有牌子的衣服，喜欢它的设计就买了它。有没有什么必买的推荐呢？没有，就是看就对。逛一下，逛一下。感觉上就是你都没看过的牌子，可是它每一件摸起来材质真的都很。说它比夜市的好啦。对，它摸起来都不粗糙。大家来，而且来中Outlet不用杀价，杀价很麻烦。这件卖多少钱？哎，这个800块，800块等于700多，没有说便宜，可是它的材质就是比较好。这件多少钱？1000多块，对啊，它没有便宜啦。对，它的材质都是好的。材质好的。对，材质。亲爱的，你要帮我送便当吗？哎，这便当盒很便宜，我觉得。这样4层不锈钢多少钱？台湾价1000多块，好不好？才400多块，对，很便宜。要买了，真的很便宜耶！买了帮我装，我觉得很便宜。一层水果，一层白菜，一层。好啦，以后妈咪帮你中午送便当就送这样。这样大家就会知道它很吃很多哎，这样很夸张。就这个锅子，它原本是239，已经特价119，我现在要特价795。那你要买吗？超级便宜。买一个锅子回家好了。不行，我已经预购了那个全脸的。哎，你这还要等到2月才会。浪费钱。浪费。你们原本想说在这个 FM 泰国的Outlet啊也拍一集，告诉大家我们买了什么。不过这次很奇怪，什么都没买。不过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逛逛啊，这边东西啊真的蛮好吃的。排个3到4个小时的行程啊，来逛逛这个Outlet的，也许可以找到你喜欢的东西。老爸的影片已经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老爸的影片，你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最重要的是你要订阅我的影片哦，拜拜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
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 You're